偷摸虾和海鸥虾尝试品。还有黄，这头全是沙子，不能吃。这沙子也不少，把前面黄吃了吧。我就纳闷是这虾怎么了，全是沙子。这个干净点，大虾蟹，头部剩下这个部分就是胃了，不能吃了，这不能吃啊。沙子一层，这还刷了一遍，要不然沙更多。